层3.35分，改发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，韦森特现正远离本港。凌晨5点，韦森特集结喺香港西南偏西大约140公里，向西北移动，时速大约20公里，喺台山附近登陆。韦森特已经喺台山附近沿岸登陆，而且系减弱为一个台风噶。咁啊，韦森特咧现正系远离香港，不过香港咧仍然系普遍吹烈风，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飓风噶。咁啊，预计八号烈风或者暴风信号咧，仍然会系维持一段时间噶。港铁东铁线寻晚深夜电力故障，全线暂停服务，到凌晨2点44分完成抢修。有乘客一度鼓噪不满，冇交通安排接驳交通工具，部分留喺车厢拒绝离开。港铁开放车站大堂俾乘客休息。高祖仪报道。喺东铁线旺角站，一架列车停喺路轨，月台挤满乘客。在大埔墟站，港铁晚上安排机车拖头，将三架停在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的列车拖回车站。车厢漆黑，有乘客话困在车厢内等了2个多钟头。2个小时憋的都几乎快要跳楼了，所以这应变还有应该在这2个小时当中，除了车内这个反应速度太慢，大怕乘客留在站内不满安排拒绝离开，一头鼓噪。上水我话大佬而家嚟到，你话叫话冇车叫我走，我而家我有咩事？有咩事我点算啊？你孭唔孭得起先？到打架车度咧就困咗成3个钟啊！但佢咧佢头先佢叫我哋自行咧到咗大埔站咧就系自行离开，咁我觉得佢有唔负责任嘅。三个车职员就呼吁乘客先出闸到大堂等候上述安排，又承诺唔会扣今次嘅车资。有内地旅客更加要拖住行李喺站内过夜。你来台山是今天晚上回深圳的，现在看来可能没办法了，只能在这等到明天早上了。而喺大围站，亦都有大批乘客滞留喺站内，唔少人坐喺地上休息，攰嘅就喺地上瞓觉，亦都有选择留喺车厢内等待再通车。港铁指晚上大约12点，东铁线往大埔墟站有大树倒冧，电缆受损影响供电，其他站亦都有跳电情况出现，一共有8架列车要停驶。亚洲电视记者高祖仪报道。呢节风暴消息报道完。